湖人对掘金的比赛还在进行，目前第一节结束，湖人29-34暂时落后。詹姆斯在首节就频繁秀出精彩发挥，开场詹姆斯并没有迅速要求球权，球集中在恶龙的手中，他更多的是站在三分线外，作为一个定点投手和策应点的角色，开场勒布朗第一个翻身跳投不中，但他随后立刻做出回应，隔着三个防守球员完成了惊天大计的打穿掘金全队的防线，助攻英格拉姆轻松扣篮，詹姆斯的第一个进球又出乎预料，距离三分线外整整八米，皇帝用自己最不擅长的三分球开壶了。进球后他面无表情，并没有太过激动的意思，这只是第一人常规操作。随后詹姆斯本节唯一的一个篮板就送出跨越全场的24米长传，可惜哈特终结能力太差，居然没打进空篮，浪费了一个勒布朗的精彩助攻。首节比赛他四投一中，罚球二罚一中，拿下四分一板二助攻，一如既往的填满数据栏。坐在替补席上的勒布朗一身白衣，跟所有的队友形成鲜明对比，虽然不上场，但他仍然还是绝对焦点。